是熊老板精选好东西的熊小编，今天呢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款集美貌与实力于一身的机械式键盘 ，MailGeek Model 68。MailGeek 的键盘呢是由创办人兼设计师精心设计打造的，特别重视使用上的细节还有美感。从外观上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MailGeek 的特色。下面为大家一一介绍吧。MailGeek Model 68的水晶透明机械键盘，采用68键的 ANSI 无线机械键盘，在键盘整体还有键帽颜色的搭配上充满惊奇。你可以看到清爽的蓝绿色、白色，还有鲜艳的橘色。具有协调性，排布在整个键盘上面。从外观上看起来，虽然叫做 plastic， 不过它采用了透明的外壳跟透视的外形，加上圆润的设计，所以看起来多了一点可爱的亲和力。透明的外壳上加上一点绿色的颜料，让塑胶看起来有一点像玻璃透透的质感。你以为透明外壳就是要让大家把键盘里的结构看光光吗？内部的结构呢，它用了白色的塑料包裹起来，虽然是透明的，但就是有一种不想让你窥探隐私的感觉。键盘的设计呢，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标语哦，像在这个地方 ，Need keyboard, not friends， 让大家可以在使用上多一点乐趣。外壳的印花图案呢，它是有一种时尚感的点缀，让你在欣赏的时候呢，可以多一点趣味性。另外呢，在键盘的底部这个地方有特殊的防滑橡胶垫，放在光滑的桌面上呢是不会滑动的。同样呢，也是一个细节上面的讲究。另外呢，讲到了键帽，也是 MailGeek 非常讲究的地方。键帽上有很多令人玩味的文字啊，活泼的描述，像它的空白键就写着 "This is plastic"， 这是塑胶。听到你就会觉得会心一笑。另外在键帽的材质上呢，如果你选用的是凯华 Box Plastic 轴，那它搭配的呢就是 PBT 材质的键帽，加上热升华的字体印刷。 PBT 呢其实可以降低表面的磨损几率哦，它拥有耐高温耐腐蚀有韧性的特性，在使用上呢可以维持手感更久。如果说你是选择 Gatorade 茶轴的玩家呢，那搭配的就是 ABS 材质的键帽啦。键帽的字体印刷呢是热升华技术的话，其实不用担心字体会有掉字的问题哦，因为它的颜料都是渗在键帽的内侧，需要高温的 PBT 键帽才能制作，那这是一个制作成本比较高的原因，也是使用细节质感所在。一般的机械式键盘的背面会使用这种架高可收纳的脚架，来增加键盘使用的高度，让你在打字上是更舒适的。那 MailGeek 呢，为了不要破坏这么美丽的透明外壳，同时呢，它也要解决键盘高度跟打字舒适度的问题，所以特别在键盘的本体在高度的运用上呢，就是这种侧面的梯形式的设计。另外，你可以观察它在键帽上的高度，也因为手打字的位置呢有一些不同的设定，优化使用手感，而且呢，对于键帽的高度还有弧度的细节都非常的讲究，保全了美丽的外观，在键盘上使用呢，可以让你更得心应手。不管你是在日常生活的打字，或者是游戏娱乐的时候，都可以非常的顺畅。键盘的内部呢，它是设置有 Poro 吸音棉加上细胶垫静音式的结构设计，可以制造出令人愉悦的打字声音。打字的回馈感对很多键圈的玩家来说非常重要哦。不过我们可以把回馈感看成两个部分来分析，第一个就是轴体啦。这次有三种轴体可以选择，第一个是凯华 Box Plastic 轴，它是一种线性轴，敲打蛮轻松的，手感很轻盈，按压的按键声音比较小声。另外是 Gatorade 茶轴，它是段落轴，敲打起来比较有回弹感，就有点像我们按压原子笔咔啦咔啦的声音。另外第三种是 Gatorade 白轴，它也是一种线性轴，敲打轻松，手感轻盈，不过它按压的声音比较清脆。轴体有支援热插拔，你只要搭配拔取器可以轻松的更换。另外呢，升级了 PCB 的键盘电路板，采用镀金还有抗氧化技术，可以确保你使用更长的寿命，而且可以自定键盘的快捷键，相当方便。另外一个影响敲击触感就是键盘内部构造的固定方式，像 Model 68呢，它就是采用 gasket 的结构，这种垫片式的结构呢，它整体是无螺丝设计的，或者是它只用螺丝固定上下壳。
定位板放在中间呢，透过上下壳的压力固定在中间，可以提供给大家更一致的手感。这种 gasket 结构最大的特征是声音沉静、细腻、温润，有缓冲性的敲击感受。以往高品质的客制化键盘大多是用这种结构设计的，由于它没有螺丝支撑，所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技术门槛也比较高，被很多玩家叫做是客制化的灵魂。在键盘还有设备连接上， Mojo68 采用三种连接方式，第一种是大家很常见的一个 USB 插头，另外有蓝牙 5.1 还有 2.4G 的无线键盘接收器。键盘上面呢，唯一的两个孔洞，一个呢就是给 Type-C 连接的，另外一个是直播开关来切换你的连线模式，可以充电啦或者是连接设备。从三个连线方式当中，最多你可以连八个蓝牙设备，而且你只要透过设定一键就可以自由切换各种设备。例如说，我想要从电脑桌面到电视到游戏机，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切换了，非常的方便。为了维持美丽的整体性呢， MailGeek 它没有设计专门收纳 2.4G 的无线键盘接收器的孔洞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美感上面的坚持。在续航力方面， Mojo68 有大容量的4000毫安培电池，所以一天如果平均使用8小时的玩家不需要使用背光的话，大概一到两个月才会需要充电一次。另外还可以搭配自家的 MG Hive 自定软体，可以自定键区，灯光颜色呢有1600万种的颜色可以自由搭配，让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，轻松定制出属于自己的专属键盘。MailGeek Mojo68 键盘可以让大家呢拥有一把好用、好看又好玩的机械式键盘。具有如此盛世美颜又实用度爆表的键盘，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种白色加上蓝绿色的清爽搭配之外，另外还有黑色加上蓝绿色的搭配，看起来就非常帅气啦。还有女生都很喜欢的粉色系机械式键盘的搭配，这么棒的键盘只能劝败啦。影片的最后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关注熊老板精选好东西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